一会儿差点没认出来，好嘛，怎么会没认出来呢？就是没画眉毛就没认出来呀、啊。我的天哪，一开始没认出来，不是难看了还是难看了，怎么还没认出来呀、啊？哈哈，啊，喜欢喜欢玩捉迷藏，小孩好像都爱玩这个。头像啊，我过两天还换回去，这就是年底下了，喜庆一下，热闹热闹。我得，哎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您的十个抽绕口令啊，就上学那会儿学的。我明天、后天应该不播了，大后天不知道播不播，所以我就停两天。今天我本来也不想播了。啊，我刚去少杰老师那儿打了声招呼。少杰老师还跟那会儿一样帅，一点没变样。明天不播了，后天也不播了，然后大后天啊，这佟林又来了，然后大后天看情况。我要说出来我不播的这个理由啊，我估计你们都不能接受。行，今儿不喝茶，直接放一杯凉白开得了。直接就放一凉白开。啥呀？说说看。哦，为什么不播了？啊，我是这儿没有本儿了，所以播不了了。你没有纸，没有本儿了，钢笔也用完了。我这个笔是换芯儿的，笔芯儿也都用完了。然后现在这边快递都不能那什么了，都不能发货了，所以我得去买去。所以这两天，明天跟后天就不播了。哎，你送不了，这不让发货，我得出去买去。我的本儿写梁子那个本儿用完了，用手机即使不，我不行，我必须我得用本儿和纸，因为这个东西你写完了，你能永久的保留，你搁手机它不定什么时候就没了。你这个你有一份，你有自己一个梁子，你到多会儿说，你哪块忘了，你翻一下你都能明白。你都能想起来，你手机那不行，这东西必须得是拿手写。你别看现在高科技，又笔记本电脑，又手机，又 Pad，但是什么也不如一张纸，一管笔。不是说不接收新鲜事物，就是这行人就这样，必须得写，写着就记得住，就踏实。那这个东西，我一般在道上。就是骑着车呀，或者坐车什么的，琢磨周六的书，突然想到什么包袱了，没有纸笔怎么办呢？然后我就自己给自己发微信，就是自己给自己发微信，念一遍包袱，想什么可乐的了，赶紧，要不然就忘，而且也没有时间在那个手机记事本上写。它终归是不如纸笔呀，这种东西是最好的。你别看它传统，但是对艺人来说很受用。所以我是离了纸笔是不行。别看这么写，但是这个字啊是没练好。大后天应该播啊，大后天是应该，反正明天肯定是不播了，明天后天肯定是不播了，大后天应该是会播的。我觉得市里这会儿应该。文具店都开门，
本来说淘宝买两个那种厚的记事本，结果我说能发货吗？人说发不了货了，发不了货就完了呗。真的，你看我这个本儿写梁子记东西都满了，已经看见了吗？梁子情节，包括包袱什么的，赞赋这一本满了，满满当当的。没骗你们，好像骗你们似的。我给你们看看我上学那会儿的笔记本。哎呀，这儿真是下回应该搁点本儿，好嘛，这儿还拿出来一张三宝的，好，这个有年头了吧？我的天哪，这我就当纪念了。你看。三宝的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宣传啊！2018年，我的天哪，时间多么的快！你看，这是那会儿的笔记本，上学的笔记本。你说你不在这个纸本上写，你根本记不住，全没了。这都是上学那会儿笔记本，必须得靠他们记理论。所以说，没他们不行。这是那会儿说相声，这是哪年我都忘了。这是演出笔记，演完之后我得写笔记，有好多钻弄的包袱，台上撞出来的包袱，跟史老师，你有时演完就忘了，因为他毕竟是撞出来的嘛，下来有笔记就记录下来了。但是现在我就也不记了，就那会儿记，现在可能也懒了。所以离了纸笔是不行的。哎呀，啊，刚才跟少杰老师连了个线，我快板的启蒙老师，现在也是我老师，人家快板好，人家大艺术家。帮买不需要，谢谢。我别连老近了，我别给人搅和了，那聊着好好的，我甭搅和了。聊着天一会儿我就说书了，我就别给人搅和了。蛮震撼的，帅吧？啊、哦，楼下有文具店，我也不想去。你再等会儿，还早呢，咱别上来就说呀，别上来就说。那就你一个人爱听也不行啊。那大伙儿都能睡着觉。你看好几百人都说睡不着觉，那我还能考虑一下。你就一个人睡不着觉，那只能告你数羊，一数就睡着了。我搭档史爱东史老师，好，这一看就没听过我们对的相声，都不知道搭档是谁，咱以后就不要这么问了，太尴尬了。睡不着数羊，怎么还有起哄的呢？我要努力学相声，这肯定是个学生，估计是00后的小孩儿。大家都睡不着，睡不着吧，晚安，祝大家好梦。我别连老进去了，给人搅和嘛呀，我这一会儿好好说书了。那可不小孩儿吗？我三
我都36了，过完年那21、22的，那不就小孩儿吗？这天，你看我手机快没电了吧？快要命了！今儿没充电，一天都没充电。这玩意儿真是没有个架子还真不行。正好明后学么个架子去，研究一下。我这个线呢倒是在这儿，但是这玩意儿我没法儿，我没法连，我没法弄啊！这东西，我也不能这样躺着播，我也不能这样啊，这不像话呀，这个。我先举会儿吧，能充会儿电，充会儿电，一会儿再说。那怎么公屏这么快？突然，好家伙，太快了！不行，我看不明白，什么一撮头发呀？豆子姐说什么呢？昨天还留一留头发。哦，我昨天说了吗？啊，我忘了。这绞完头发，显然脸更圆、更胖了。哎呦喂，可要了命了！哎呀，今儿看那个辣条，我看了半天，咬牙一跺脚，毅然决然放弃。看我这一大包，天，我拿不动。哎呦喂，看见了吗？看这一大包。都是醒目，真是能把人砍晕喽！哎，取人项上人头的法宝，哦，一兜子法宝，拍卖了啊，拍卖了啊！哎，便宜便宜，这玩意儿怎么转过来呀？我又不会了，我又不知道怎么转了，看看啊。哦，镜头翻转在这儿呢，一兜子都是这玩意儿，看，这就是我的法宝，哎，所以大家听话，不听话我就拿法宝砍你们。想那会儿上取笑的时候，就想学那么一块醒目啊，真是事比登天还难呢，哪儿都学不着，外头买也没有卖的，找人做人家也不搭理，谁成想现在我能有好几十块。真的，那会儿倒退20来年，想找醒目找不着，硬目没有，凡人脱壳的也弄不来。第一块醒目，哎，第一块醒目是什么时候的？我都忘了第一块醒目，现在估计也找不到了。这大哥，即时即日即如风，丰年丰日如风筝。我的天哪！我不知道怎么连，我不会。我看这连麦，这显示一个一，这谁呀？这是？这肯定不是进啊！我真不知道怎么连，我不会呀、啊。问题是，鸡和五连您呢？不是哪个是和五啊？你大伙儿告诉他让他连我呀。老金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我不会？问题是，你看我这根本就没老金呢。但老金我是关注了呀。这玩意儿太难了，我早忘了 PK 是吧？看看，哎，这儿呢，好嘛，根儿哥，我卡叫楼根儿啊！哥，你干嘛呢？哎我跟呦，他们聊天呢，嗨，我这聊会儿，我这我是研看你究们要半说天，书呢嘛，就一会儿啊，一会儿说，哦，还没说呢，没呢。
我三天两头我老听你说书。嗨，真羡慕你们这长头发的人呢。羡慕嘛，我这都秃了。我这你看看我这个，看咱俩就别比这个了。你这不是自己绞的吗？我这本来也细。我这是自己做的。我这绞完显然脸更大了，我这没想到这么胖了。挺好挺好，我看你我前两天听你说这个说的应该是嘛呀，你谋换太子那一点是本点五鼠闹东京。五鼠闹东京。啊我得听着听，我这看看。我说没事我就听一听你。哎你在哪儿听的？抖音在哪儿？抖音就见你啊我在你直播间。你多会儿进来了我都不知道。他们都给我打招呼，你这说书的时候你太入迷了。不是我看不清这个公屏，我看这字儿全是重影，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不看了。这对呀、啊、我有时候赶不上前几，那是你第一天直播，应该是你第一天说说啊。我应该播了几天？九天还是十天？那天可能第一天播这个无鼠闹东京、嗯、还无鼠闹东京了，播这个狸猫换太子前面那就那一块嘛。啊我从哪儿开？然后转天我说接着听吧，我就逮不着你的时间了。我没准儿，我时间都没谱，有的时候八点多，有的时候九点多，那天十点多播的，我没谱。对呀、啊，你天天逮不着你，你这老好，你老不固定点儿，你比如你天天固定点儿，你天我就固定九点，我肯定播，对吗？大家伙都在这个屏幕前等着您了。我明儿就十点钟，我就十点半夜。你今天七点半，明天九点半的，这谁没事？对呀、啊，我看，反正我看你们都有时候这七点多就播了。我不一定，我有时候四点多就播。好嘛，干嘛呀？我看我有没有事儿。我要现在没事儿干呢，我就播着玩就播、嗯。有事儿呢，就忙活事儿去。我基本上这点儿的时候多。是孩子都睡了。都睡了，我在天津呢，我没回去，都回不去。哦，还在北京呢。啊，我一看，我别回去了，我踏踏实实待着吧。行，我看你前一阵咱志愿者嘛，这不值得骄傲的事情。嗨，那是哪天呀？就在那哪儿，在那个边上商厦那儿。啊。正好我们片儿就在那儿做核酸嘛，然后我说我志愿者去吧。啊，那天正缺人，人不够用，正好我回去了。我本来我还想说咱个志愿者去呢，找了半天我也没找着，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入手。就社区哪儿都不缺人，不缺人。啊，不缺人，人家就我们那儿正好就缺人。志愿者去。我那正好不缺不缺人，哎，对，哥，我问您几个活，我那会儿想不起来这活叫嘛。好嘛，我想不起来，多孙子！你不私下问我吗？你这当个大活你肯定，你肯定有，你肯定有，哥，够呛。不是这个活不偏不偏不偏，就那个走了一道又一道，心中好似的滚油胶。这个叫文昭关吧？哦，对，这叫文昭关。渭水河是哪一段啊？渭水河是子子崖。哦，子子崖那个。对。那个。家住在东海岸老龙碑。对，子子崖那个。对，上回也不谁问我这俩老黄番儿。是那个你骑老虎，我骑啥？哎，不是，那是黄河镇。哦，那叫黄河的，嘿，好家伙，我得赶紧问明白，你看看，都多丢人的，我就想不起来了，我就想起来，因为我特别想上那个，走了一道又一道，观众好，我就想上，我想这块活叫嘛，不是想叫嘛，也不是想不起来这块活叫嘛。那这几个老黄范儿，这活咱单位没使之前，这活都快成失传曲目了。还有两个，一个是胡子那个，胡子有好几个呢。换你爸阿爸前来，还有一个得过来了。我那是战马超，张飞没带胡子，然后陶老板那是青石山，周仓没带胡子，还有一个福尔过来，
我是你爸那爸。是那去你的吧！那是献地图，我最不对耐对献对，地图。我因为这几块货，老感觉好像都是一块货，这就是这一都块是活，舞台意识里都能用。但对，是你说的当时，我说想想单独猜出来就一叫嘛叫嘛，我说想半天也想不起来了。我说你肯定其是。实这肯定啊，就不定谁当初攥弄了这一块，然后就延续了这么多块，以为梁子全一样，对呀，不就是都舞是没台意带识胡吗？子，对，梁子对，一模一样。有一个戴的胡子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那个越捋不到那头那个。是赶路四，那是那谁，那是鲁肃带俩，戴俩髯口，他对，把髯口摘了，就挂腰上了。后来一会儿又挂一髯口上去了，越捋越赶路长。四，这感觉这个活特别多，这就不如站门，站门弄那块活就特别好，就是它整体那活，它像一个完整的活了。他这那些就起码太完整，小了，剩下这些就跟一反常似的。对呀，这太短了，这一范儿一范儿的，还不能摞着使，摞着使吧对，还越。都越着，您听一个后头就基本上全知道了。对呀，这个挺尴尬。这活原来您都这没几人识了。啊，您使吧，这几块化石吧。我有文昭关，有战马超，有战门，这几个我有。黄河镇青石山，我没上，以为差不多都是这意思。也没嘛意思啊，有这几个就够了。有几个够用的就得了。我回来可以上一空城计，上空城计这挺好的，站空门城儿，计不错，站门儿行，站门儿我觉得现在还能响。它是个活祥，站门可以对，啊。站门儿现在还能响，其他活我觉得也就那意思了，我就三这宝活，还使过站门呢，那也能响啊，能响，站门没问题，就得搁到20吧。站门底也行。搁开场肯定用不了吧？海肠糟践这活呀！啊，你这也使不开，这年头也认不了的。我直接就挂咱先生。您跟谁？您三宝去年跟谁？那年三那哥，年三彪哥，哥好嘛，三哥还有彪哥，彪哥。还有一年是少谢九零。哦，您哦，对，您跟个两拨，也行。原定的今年的三宝是咱们，你我表哥，咱不去年就应该别提了，这就是全是眼泪，我操，呀，全是眼泪了，本来早就一块该凿了，其他实就挺该好凿玩了，的，也凿不了啊。三哎呀，宝有乐等趣，着吧，等着吧，三宝是太有好玩乐儿，趣了，嗯。三宝有时候这几个地儿要是近，直接搭巴就去了，多哏儿啊。车上砸着挂，聊着天儿，对呀，一走走找个五六个地儿，十来个地儿。好玩前两年儿。行，那个、一走走十个地，那阵挺开心的。一走走小一个月，哇，一转一好圈，家伙，好几个城市都转了，连玩啊，带演的，也挺开心。那现在年 A 组是哪儿啊？A 组是北方，我们是南方，我们我是们组南就方，我南们是方，A 组，反正就轮着转。我们是 A，啊，对对对。那你们我们是是 A 南组。方，那我们是山东那儿，对对对，你们是北方，对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福建、长沙、湖南、湖北，就那一片啊，吧。对，我们有厦门、长沙，还有哪？我们十一个地儿，十一个地儿。那你们那期，那我们那组就是在山东转，整个把山东全基本上就转了一遍。嗯。对，你们山东，咱下半年要倒个嘛？是贺五找咱，这玩意儿怎么连的？我不知道他叫嘛呀，我没啥好友，我连不了鸡哥。我不知道鸡哥叫嘛呀。问题是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加人。他就叫鸡和五。那哪位朋友通知一下鸡老师？你别来，别连栾哥了好吗？别老圈栾哥了，栾哥我肯不知定道不怎太么合弄适。啊，这个。栾哥没有。这在线上是不是不能就是退出来那个嘛呀？住啊！对，对，关注得退出去，得关了，关了，关注完再看。从哪？我一会儿我退出去吧，连一下人家。你得把
你把直播关了，关了以后呢，你再连，好嘛，你得先关注，太难了！而且前提是他得关注你了，他要他没关注你，他也得关了。我天，咋变费那劲了？这太费劲了。行了，我去看看去。你先忙吧，哥哥。行，我先忙，看看去。哪天咱拜再拜，说。见啊，多保重拜啊，拜，哥哥，拜拜，太好了，咱开太箱见好了，了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提乐，前给您拜拜拜年拜了。拜，拜拜再见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哥。我还得研究研究怎么下。来，我退，没事。是摁这，我是真不会，不是我怎么连和无啊？我不会呀，问题是不是我不连人家，我不会呀。等着，我先退一下，我关注一下啊。这好，我们瞧这些笨蛋呐，他也不会呀。他让我退一下，我呀，我先说书吧，我先说书吧，还是。一会儿微信我跟贺武解释一下，我关注完了明天就行了。不说一会儿都晚了，好嘛，10点5分了，人明天还上班呢，这玩意儿怎么弄啊？这说到哪我都忘了，每次一开书感觉倍儿尴尬，这事儿闹的。谁替我转达一下？我也想喝无了，然后我一会儿下了，我关注一下，然后等后天。大后天的要是都在线就能连了，不会弄。行了，明天我置备那个嘛去，架子去。哎，我是真忘了昨儿说到哪儿了。每次这玩意儿直播开场说书，开头倍儿难受。怎么这么快了？公屏停停停停定，哎，好。马有垂缰之意，犬有食草之恩。羊羔跪乳报母恩，猿猴献果自刎。蜘蛛罗网护体，鼠道鱼粮防身。没路见食等成群，无义之人可恨。完了吧？没接上来吧？嘿嘿，这就是一个斗智斗勇的好时候，接不上来吧？这定场诗我念的少，说这个定场诗的人也不多。你一般你要是像什么听书看戏劝人方，这大伙都能接上来；要不就难难难道德悬，这都能接上来。你像这个呢，可能就差点。这个定场诗我特别喜欢，它是劝人向善，就是说畜类呀，尚小仁义礼智信。你说动物它都懂这个，你说人能不懂吗？所以说，这咱就接到昨天说的。昨天说到哪儿呢？公屏，我看看有人打忘了吗？我的天哪！哦，我说怎么没人接呢？也不怨大伙儿啊，我这公屏现在还是在刚才我好像跟老晋聊天的时候那个状态。我的天哪！哎，这回行了。你看，这回行了。您几岁学的是家庭引导还是兴趣爱好？兴趣爱好，我这纯粹就是兴趣爱好。听完田连元田先生的《水浒传》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就爱上了评书艺术，必须要学。然后家里就找老师学，几岁学的我忘了，是6岁是7岁，我也忘了。那会儿不是天天学。还上小学呢，寒暑假，然后有时到曲艺团跟老师学，有时老师来家里教，都是寒暑假。反正正式学应该就是6、7岁，说到济公来了，不对呀，我怎么记得是说到吴邪来了呢？15岁还能学相声吗？可以学，你只要喜欢。多大都能学，前提是你得真爱这个。这个爱呢，还不是说心血来潮。哦，我爱相声了，我学相声了。我说我喜欢评书，喜欢快板，我学了。
你得真爱，发自内心的爱。这个爱没法用语言形容。就那会儿我们上学，我们这几个腻子在一块儿，就是真爱这个，这几个腻子在一块儿，说你爱到什么程度？就能他能为了他就放弃一切了，你得到这种程度。说为什么念这个定场诗呢？哎，就是像人公平说的，母子相认。这会儿四弟仁宗赵祯呢，心里很难受。赵祯为什么难受啊？我娘在外边流落十来年，忙20年。我可倒好，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，天天直播听着李云天说书，啊，你说我娘在外边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苦不堪言，我连畜生都不如啊！羊羔跪乳，乌鸦反哺，畜类都懂得仁义礼智信。都懂得孝道，我不懂。要没有包拯，我娘到现在也回不来，很有可能我娘就死在外边了。家长不让学怎么办？你不能耽误学习呀，耽误学习肯定是不行啊。你可以当一个兴趣爱好。所以皇上也难受啊。比如说我天天除了办理国家大事，我还喜欢听相声，但是家里人不让我学啊，怕我耽误学业，怎么跑那儿去了？母子二人抱头痛哭，这一哭啊，是惊天动地，在场的人无不落泪。皇上跪在地上，抱着老太太呀。李国泰眼泪止不住啊！包公在旁边赶紧劝：“哎呀，皇娘不要再哭了，皇娘别哭了，乐敦眼药水不多了，别哭了。”这劝，光哭不行啊，你得商量商量，还有正事儿呢。皇上说什么正事儿啊？包公说：“小红心得走一波了。”皇上说：“去你的！什么正事儿？这是什么正事儿？现在有两件事情摆在咱们面前。第一，是不是先要捉拿郭淮？第二，还是先让国泰还朝？这是这么两件大事儿。”老国太一摆手，这些事儿都不忙，郭淮跑不了。尤其现在郭淮还不知道这事儿呢，他要知道，那兴许人有准备能跑。他现在不知道就好办，我也不着急还朝，我们母子相认，这已经就等于我还了朝了。现在关键一件事情，要大封功臣。皇儿啊，你得封官呐！封官，活的也得封，死的也得封，死的还得封。那当然了，要是没有秦凤，没有于忠，没有寇珠，哪有为娘，哪有皇儿你呀？先封寇珠，那封寇珠在忠烈祠享受香火。大宋朝有一天，哪个皇上逢年过节都得给寇珠烧香，皇上三节两寿都得拎东西，哎，见寇珠去。后来这规矩让说相声的学会了，啊，秦凤于忠封在了忠烈祠，一个是忠孝祠，一个是忠烈祠，享受香火。到包公这儿了，包公得封啊，这是最大的功臣呐、啊。包公不封，那肯定是不行。
老国太把包公叫过来了，儿啊，当今万岁要封你官，这样吧，我跟这儿坐着，甭管他封你什么官儿，咱也不管封你的官儿多大，只要说为娘我不点头，你就不要起来谢恩。我觉着这官儿差不多了，我就点头，你再谢恩。你这个包拯这后台多硬啊！老国太往这一坐，哼，稳稳当当。包公这儿跪着，听风。四弟仁宗赵祯真下本啊！一张嘴，入阁拜相，当朝宰相之职。其实丞相啊，但也有人说宰相，这个每个人说书的这个书录啊还有风格它不一样，有的就说是包丞相，有的就说是宰相，但我觉得丞相会好一些，入阁拜相。丞相这了不得了，您原来是三品呐、啊、这一下您入阁拜相了。这得熬几辈子都未必能熬到包公这样。包公就很满足，觉着哎可以了。闪目一看，老国太那儿眯着眼睛不言语。包公一瞧，那甭问呢，官儿不大呀，这玩意儿还得封啊。包公也没起来，刚才人家娘俩说话皇上也听见了，皇上很理解老太后这个心情，很理解国太这个心思，那还得封啊。心想这入阁拜相已经可以了，还封什么呀，封三口铜闸，先斩后奏，给这铜闸上头加零碎儿，九九八十一个眼儿，八八六十四颗星，七七四十九条缝，六六三十六条龙。这一说完，包公哭了，皇上我不识数，怎么那么乱呢，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好家伙，这铜闸改了装甲车了，怎么那么热闹啊，你真哥的，你给我这铜闸上来点小心心不好吗？啊，这铜闸上来个嘉年华春宴，多热闹啊！皇上说没听说过，九九八十一个眼儿，扎一个土豪劣绅去一个眼儿，九九八十一颗星，杀一个文武大臣填上一颗星，七七四十九条缝。扎死个娘娘去条凤，六六三十六条龙，扎死个凤子龙孙去一条龙。皇上心想这可以了吧，这权力太大了，凤子龙孙您随便扎呀，看谁不顺眼您来吧。包公心想这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闪目看老国太，老国太那儿往这一坐，面无表情，稳如泰山。包公一瞧这还是没满足啊，也没谢恩，皇上一瞧还得封啊，心想我还封什么呀，这可以了。上方宝剑永远赐给包大人，先斩后奏。又看自己的皇娘，老国太往这一坐，呵，不搭理皇上。皇上心想可以了，娘您点点头吧，您再不点头咱家灭门了。好家伙，多少凤子龙孙够那么炸的呀，六六三十六条龙，三十六个，可以了。我得多强的身体才能这么盯得住啊。不点头，急了个皇上没辙了。哎呀，最后一咬牙一跺脚，封包拯艺术总监，德云总副总，云鹤九霄龙腾四海，见师兄弟大三辈儿，
可以天天穿绣花的大褂，在台上允许忘词儿，可以随便的往捧哏脸上吐水，哪怕演口吐莲花一鞠躬，第一句话就是喷水，这都没事儿，完全可以。行了吧，商演随便安排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班主头上管三分，可以见天儿骑着杨幂当坐骑，大胖子多好啊，牵着孙越，瞪着刘哲，骑着杨主任，这都行啊，都是您说了算，可以了吗？包公心想，太好了，太满足了。偷眼一看，老国太那就跟没听见似的。皇上说，怎么还不行啊？过去一看，好，老国太睡着了。行了，娘您醒醒吧。好，李云天这儿开书了，可以了，别睡了。哎，这一下包公啊就了不得了，德云总副总，你想想啊，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，甭管谁，他看见大三辈儿。包公这儿封完了，要不说怎么后来包公他横就横在这儿，他先斩后奏，那谁敢惹？三口铜铡受了黄风了。司隶仁宗赵祯问老太后：“皇娘，这十来年有对您不好的吗？”或者说对您好的您都告诉我，有仇咱得报，有恩咱也得报。老太后说，没有人对我不好，都是对我好的。要说对我最好的呀，就是你兄弟。皇上一听，我怎么还有个兄弟呀？娘差不多了，再疯我没得疯了。谁呀？范中华。要是没有他，为娘恐怕活不到今天。范中华，我拿中华儿是咱家最大的恩公。打发人吧，开封府把这位范中华请来。这道上就告诉了，您现在了不得，您范千岁。皇上承认吗？好，皇上太承认了，皇上不承认你娘能把他弄死。这一说，范中华美到这儿来见过皇上，看着包公，哼，舔胸叠肚那状态，这怎么疯啊？皇上问他，你想要什么官啊？范中华他没概念，他也不知道官大官小。哎呀，要什么官儿？我来个德云总副总，不是，那已经给包公了。要不我师兄弟儿，甭管见谁，哪怕连那个一米九三的算上，我见谁我都大三辈儿。这包公比你快，您换个别的吧。哎呀，我别的官儿我没当过，我就当过地保。我还想当地保，而且我想管着天下的地保，你看行吗？皇上心想，这你管天下的地保，你不也是地保吗？还是让他满足呗，封范中华天下总地保。你这个玩儿好，加一总字儿，天下的地保都归他管，那能管什么用啊？封他逍遥王。这一句话，范千岁是王爷了，逍遥王赐永安宫。你也不用上朝，你也不用为国家大事操心。范中华说，我操心不了，我连字儿都不识，你就天天在永安宫，国家养着你，该封的都封完了，这一下就算平息。可下一件事情就是得商量商量怎么捉拿郭槐。他要是个一般的太监呀，好拿，
但是郭槐可不好拿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三弟真宗对郭槐家风无数，最厉害的普天之下对郭槐没有杀他的剑，没有砍他的刀，没有打他的棍，没有绑他的绳，你连绑他都绑不了，绳子绑不了他，人家有黄风。先帝爷御口家风啊，这你怎么弄啊？大家都发愁，而且现在郭槐他还有军权呢，朝里边刘娘娘郭槐专权呢，皇上也巴不得借这个机会把他们铲除了。包公聪明，说您这么着，您先刷下一道圣旨，您让陈琳去一趟。圣旨写的什么内容呢？就说捉拿郭槐，但是您让陈琳见着郭槐，别这么说，让陈琳跟郭槐说，咱去捉拿包拯，包拯以小犯上。郭槐肯定高兴，到那个时候把他转到开封府。为什么呢？得到开封府宣读圣旨，只要他出了他的宫，到了开封府就好办了。在他那一亩三分地儿，你拿不了他。他属下养了不少死士啊，这儿你一拿他，这帮人就拼了命了，犯不上。大伙儿都挑大拇哥，罢了，包公，你这主意真损呐！你怎么琢磨的啊？包公说：“我老听相声，我脑洞大开。”陈琳现在也了不得，陈琳封为亚父，啊，那说白了，那就是皇上的义父啊。陈琳高兴，这边刷下圣旨，圣旨的内容，那叫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逆贼郭槐，祸乱朝纲。这整个写一顿，大骂一通，郭槐你不是东西，你就是一臭捧哏的，去你的吧！陈琳这儿拿着圣旨，赶奔皇宫去见郭槐。这会儿包公就回到了开封府，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、董平、薛霸、李国、刘清八大勇士，开封府的衙役们就都做好了准备，就等着捉拿郭槐。陈琳到了宫里头见郭槐，把这事儿一说。现如今，当今万岁，让你我二人赶奔开封府去捉拿包拯，因为他以小犯上。包公这一通折腾，南清宫拜寿，又放炮，又这个那个，早就传到郭槐耳朵里了。郭槐这会儿都恨透包公了。郭槐那跟太师庞吉那是一世的呀。你把郭舅爷铡了，你早早晚晚得查到我们的头上啊！这是眼中钉，肉中刺，必须得弄死。而且他也恨陈琳，恨陈琳恨得牙根都痒痒。但是你现在没有办法，你四弟仁宗离不开陈琳，心想到时候抓你个一招之错，我把你也给除了。俩人都是太监。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。简短截说，这儿赶奔开封府，这一路之上，你看郭槐这状态，好，不够他嘚瑟的，高兴，心想到那儿，我宣读圣旨，捉拿包黑头。看郭槐头戴三山王帽，镶珍珠千亿宝，身穿白缎子的蟒龙袍。上边金丝缠、银丝绕，粉色的中衣，中衣就是裤子，下边是官靴。郭槐长得就不像个好人的模样啊，长得就跟杨鹤通似的啊，那抱着大鱼那个。郭槐长什么模样？面似刷浆，刷浆啊，拿那刷子刷那个白的白的漆。刷浆就在脸上刷来一道子，就白到这种程度，面似刷浆，吊角眉，三角眼，
塌山根，翻鼻孔，大嘴，没胡子啊！太监可不没胡子吗？这一路之上，各怀舔胸叠肚，撇着嘴，没耳朵挡着呢，嘴能撇到后脑勺去。这会儿哐，心里美的都不行了。陈琳还跟他客气，我总管，待会儿您多多费心。陈板板，你也客气了，你我合力捉拿包拯。到了开封府，翻身下马，门口啊有门官，这儿跟门官说去，跟包拯说一声，让他出来接旨。大旨。门官跑进去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包大人带着八大勇士就出来了。郭槐看着包拯，包拯到里边接旨。这是大街上，不能在大街上接旨啊，你得到大堂口去接旨，这是规矩。到里边接旨，香案摆上，包公撩袍跪倒，八大勇士还有公孙先生也都跪在两旁。这会儿包拯心里有底。看着郭槐，你现在先嘚瑟，你别美，别看你现在攒底，马上就让你开场，看你能美到什么时候。两边八大勇士都做好了准备，等着捉拿郭槐。陈琳这儿心里也稳如泰山，等于这会儿满院的人就看郭槐一个人在这耍宝。这状态就跟你们现在听我说书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郭槐舔胸叠肚，打开了圣旨，奉天承运，他都不看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说到这儿，看了一眼圣旨，逆贼郭槐，这一看不对呀。不应该逆贼包拯吗？怎么逆贼郭槐了？往下一看内容，这还没看呢。陈琳过来把圣旨就抢过来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逆贼郭槐，以小犯上，祸乱朝纲。这一说，还没等读完圣旨，八大勇士包公就站起来了，过来一抖绳子。说是绳子，那可不是绳子，锁链子，一抖绳索，哗楞。先帝爷不是说了吗？没有捆他的绳，没有捆你的绳，就用锁链子，这是一样，哗楞一抖，妈肩头拢二背就给捆上了。这会儿包大人一声喝喊：“升堂！”就这两个字儿不要紧，就听着鼓响如暴动，八大勇士排班伺候，快撞灶三班也都站好了。来瞧这个公案之上有两管笔，一个是红的，一个是黑的。红的不能乱动，红的是判生死啊，说这个。啊，史爱东不好好捧哏，长得不像好人，杀了吧！就是啪一判，啊，这个玉的娘喝酒量汾河湾，啊，很不敬业，啊，红笔啪，这么个红笔不能轻易来。这儿还有惊堂木，就是说书这块小木头，到人官手里，这叫惊堂。这一切都准备好，快撞灶三班。这个快班呀，分两种，一个是马快，一个是步快。它负责什么呢？捕盗拿贼啊。这个壮班呢，壮班不好挑人，为什么呢？你这挑壮班的，最起码嘴得歪啊，你嘴不歪，人家衙门不要。哎，想到壮班来，那必须嘴得歪着。你状态长得跟个熊似的才好呢，啊，必须得是这种状态。
他负责什么呢？就是负责押解犯人啊，看着监牢啊，歪着嘴那劲儿，他好啊，最好是还能趁个咖啡店，大伙儿才高兴呢啊！快撞灶，这个灶班呢，站堂的。你看那电视剧喊威武，拿棍敲地啊，那是灶班。快撞灶三班，排班伺候。包大人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腰横玉带，转屏风入座。这会儿把郭槐就带到了大堂之上。郭槐是立而不跪，天兄别动，我不跪你。我上跪天，下跪地，当中跪万岁，我岂能跪你这小小的三品府尹？这会儿他还不知道包公入阁拜相呢，我不跪你，你没有资格。包公也不跟他急，站起身来，往旁边一闪，拿手往后边一指，后边是什么呢？供着圣旨，皇王圣旨啊！啊，这大屏风下边这儿供着圣旨，这屏风上啊画了一种怪兽，说是怪兽啊，就是神兽，这叫谢志，长得跟个羊似的啊，这个眼睛不大这个谢志还有个小名叫一线天，脑袋上有一犄角啊，据说这种神兽明辨是非，当官的屏风后边都是。画着谢志，这儿还有个太阳，张着嘴好像要吞日似的，啊，就是独角羊谢志，还有一小名一线天杨洋子，圣旨跟这儿供着，这儿拿手一指，有圣旨在此，你还能不跪吗？那郭槐就必须得跪下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别看跪下，但是嘴里不饶人儿。耍横，包拯呐，包拯，我跪的可不是你，我跪的是当今万岁爷。你别以为我跪你，我跪你门儿都没有啊！包公看了看郭槐，郭槐，你犯的那个罪，现如今当今万岁已然知晓，你残害忠良。跟刘飞定下诡计，狸猫换太子，你要谋害当今，你怎么害的寇珠？怎么害的秦凤于忠？老国太被你害的逃离皇宫，在外边受苦受难，毛20余载呀、现在这些事儿皇上都知道了，就看你招不招，看你的态度好不好。郭槐这跪着，我无招，我没有招，我不承认。好，不承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不客气，你能把我怎么着啊？一个小小的三品府尹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先帝爷封我，没有砍我的刀，没有斩我的剑，没有打我的棍，没有绑我的绳。你怎么给我动刑？哎，随便，我这200来斤交给你了，我看你有多大的能耐！包黑头啊，包黑头，我看你能奈我何？狂的都不行了，搁别人真没辙，你瞪眼儿没办法。包公早有安排，看了一眼赵虎，赵虎，行刑。赵虎是背着个东西，迈大步过来了。郭槐心想：干嘛？看这状态像个棍子，没有打我的棍呐！乐。赵虎这一撩这黄绳子套，里边拿出个东西，一甩手，我看你小子招不招？招家伙吧！呲啦一下子。这身上半条子肉就下来了，把个郭槐疼的闪目一看，好什么东西呀、一大钩子！
后边是棍子，前头一大钩子，这一钩子下去就一条子肉，你招不招？呜招，刺啦又一下子，招不招？呜招，刺啦又一下子，鲜血淋淋，疼得嗷嗷乱叫啊！但咱佩服郭淮，真是这份儿，咬住了牙，愣没招。嗨，这随便拉，随便拉，我能咬得住牙。哎，鲍长，有本事你给我动刑啊！什么叫夹棍？你上夹棍呐！包公敢上，没有打他的棍呢，这夹棍也是一样啊。公孙策有主意，大人，我发明了一种刑具。先生，什么刑具？热得快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一会儿您就明白。吩咐人拿了上来。这一拿上来，什么一大熨斗，熨衣服的大熨斗，里边烧得通红。包公看着，你招不招？我不招。行刑，就在胸前呢，刺啦！哎呀，嗷嗷一声惨叫，当时就晕过去了。郭淮天天养尊处优，没体会过这个啊，他最爱吃烧烤，今儿自己体会了一下，熏，这一熏醒过来，招不招？不招，刺啦！连着三下，包公不敢再行刑了。为什么？万一死了怎么办呢？没有口供，没有供词啊，我跟皇上也没法交旨，要的是他的供词，不是说他这条命，命说杀你就杀你，现在但是你得有供词啊，你得有口供，凭什么把人弄死了？那犯什么错了？包公很为难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心说先帝也是，你吃饱了撑的，你玩命封个太监干嘛呀？而且真怕给打死，因为咱这书啊没打小老包书，小老包是包公出世定远县断乌盆，就因为在公堂之上他把人那赵大给打死了，这才参得他丢官罢职，所以现在包公害怕，这在包公心里算是一个阴影，不能把犯人打死，他吃过这亏，吃一堑长一智啊。腿堂吧，再怎么问也没有办法，这儿把郭淮拉下去，到了第二天，招不招？不招，刺啦！招不招？不招，刺啦！第三天，招不招？不招，刺啦！好，这几天郭淮瘦了100来斤，往监牢里一待，郭淮心想，我这活着还不如死了呢，这不活受罪吗？狱卒给端来饭了，郭淮吃饭了啊啊！狱卒大哥这会儿也跟人客气了，狱卒大哥，你看我啊，看你怎么了，我三天的功夫啊，我从杨克通就变成老秦了啊，这个能给我点药吗？干嘛呀？你还想要刀伤药啊？药有啊，有大盐，有沙栗子，辣椒面，你挑一个，我哪个都挑不了，哪个都够瞧的，热油，去你的吧。你给我能不能来一个痛快？你要给我来一个痛快的话，到了阴曹地府我也念你的好。受累，我知道你们衙门肯定有，给我来一瓶三氧化二氢，把三氧化二氢给我，我喝完之后我也省得活受罪了。狱卒大哥，多谢您呐。
三氧化二砷，你要它干嘛呀？哎呀，喝完我能痛痛快快的死啊，这比天天减肥强得多呀，这不活受罪吗？那你招了不就完了吗？我无招，死我都不招，我宁愿死，但是想要我的口供，哈哈哈，势比登天，打死我也不招。哎，咱俩也有缘，你那么多犯人我不看，我单看你，你等着我，我给你取药去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一会儿狱卒回来拿一小瓶儿，来喝吧。郭槐也没看，拧开了个吨吨吨吨吨喝下去。等了40分钟没事儿，而且还饿了，把这饭啪吃了。不对劲儿，这玩意儿据说喝完就死啊，我怎么没事儿倒饿了呢？我看看吧。一看这小瓶儿，瓶儿上写着三氧二化砷，把郭槐气的，哎，狱卒你过来，你给我拿错药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怎么拿错了？我要的是三氧化二砷，你给我拿的是三氧二化砷，你管你什么砷，你就喝呗，喝了不管用啊。这儿正说着话呢，就看牢房外边，呜，就刮起了一阵阴风。这会儿这狱卒就吓坏了，噔噔噔噔噔就跑出去了。郭槐手抓着牢门往外看着，怎么回事啊？刮起一阵阴风，由打风里边站出来一女的，穿一身白，披头散发，这头发跟这垂着。这是谁呀？郭槐心想：好家伙，我都这样了啊，这还给我有这种安排吗？这女的一撩头发，郭槐这抓着牢门仔细着看，心想这是谁。这女的一撩头发往起一抬，这脸啊，把个郭槐吓得呀，哪儿就黑白无常啊，谁呀？寇珠寇成玉，寇珠啊，就在郭槐面前飘着，人都走，这是飘着，就跟个鬼魂似的飘来飘去，看着郭槐，哈哈哈哈哈哈。郭槐呀，郭槐，呵呵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呐！啊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狸猫换太子，你陷害当今的万岁，要不是我，当今万岁就没命了。没想到你还害我，让陈琳一棍子把我打死，这一棍子打得我好疼啊！你来看，拿手一指脑门，脑门是一大窟窿，咕咚咕咚往外淌着血，打得我好疼啊！这伸出来双手，十指尖尖的往前飘着走，眼冒凶光，郭槐呀，郭槐，我死得好惨，我死得好冤呐，万郭槐呀，你也有今天，拿命来，我要掐死你！伸手往前掐，搁谁都得害怕。郭槐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扣住啊，扣住！你活着我都不怕，你死了我也不怕。别说你是个鬼，
你就是玉皇大帝，我也不怕。你掐得死我吧！现在牢门关着呢，关他这牢房，牢门锁着呢。你进得来吗？你想掐死我，势比登天还难。嘚瑟的都不行了。哎，有本进来，你怎么进来呀？我在里边呢，锁着门呢，就不给你开。哎，有本你掐死我，气死你！哈哈哈哈！我嘚儿一的笑，我嘚儿一的笑，锁着牢门不用逃。我嘚儿一的笑，我嘚儿一的笑，气得女鬼直冒泡。呵，摇头尾巴晃，摇头晃脑啊。就这会儿，看这牢房这门，就这锁呀，就跟有人拽开似的，嘎嘣一下，锁落了地了。您再瞧这门，这牢门可就开开了，扣珠往前飘着，哈哈哈哈哈哈。郭槐呀，郭槐，你拿命来！可把郭槐给吓坏了，扑通就跪下了，饶命吧！刚才我跟你开小玩笑，饶了我吧！祝寇珠，吉时吉日吉如风，丰年丰月如风筝，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寇珠过来一伸手，咔！正掐郭槐脖子上，当时郭槐死了。那可不，这人他就得有这种报应，死了。敢再睁开眼，郭槐就愣了，自己不在监牢，什么玩意儿不看公平？我不是不看。我是真看不清啊！到了一个地方，什么地方他也说不上来，是一个大殿啊。闪目一看，正当中有一块匾，蓝匾金字写着三个大字，叫"森罗殿"。郭槐想了想，哦，寇珠把我给掐死了，我求他了，我求他，他怎么没饶我呢？我说了，祝寇珠啊，吉时吉日吉如风啊，什么是什么如风筝，我求他了，好，死了，嗨，死了也好，也比热得快，活受罪强。正想着呢。就看由打森罗殿里出来俩鬼，郭槐瞧着这俩鬼可太与众不同了，一个鬼呀、跟个奶瓶似的，奶瓶成精；旁边这个鬼呀、跟个屎角似的，屎角成精。一个是奶瓶成精的鬼，一个叫屎角成精的鬼。俩人拿着锁链子，奔着郭槐就来了。郭槐纳闷，这跟画上画的不一样啊！画上不黑白无常吗？这俩这是什么呀？问那奶瓶儿，你奶瓶儿成精，你是什么呀？奶瓶儿这，我叫奶东。又问这个屎角成精的这主，你怎么跟个屎角似的？你叫什么？我叫爱东。哎。一个史东，一个爱东，俩鬼，这俩刚说完呢，就看森罗宝殿呀，又出来好些个鬼，有那个烧饼成精的，有那个橘猫成精的，人家都拿着锁链子、拘魂牌，这橘猫拿一弦儿。一弹起来是凄凄惨惨，哐的铃，哐铃的铃叮，哐，凄凄惨惨。
还有一鬼啊，1.93米大娘们成精，全出来了，把个郭槐吓得，嚯，我这到什么地方呢？怎么森罗宝殿的鬼这么与众不同啊？这乃东跟爱东俩人驾着郭槐来到了森罗宝殿，跪下，这儿往这儿一跪，抬头一看，这边是牛头，那边是马面，正当中坐着阎王爷，这边是判官，判官拖着生死簿，一个个是面沉似水，就瞧着他。郭槐一来，磕头不亚如鸡奔碎米呀、啊。阎罗王啊，阎罗王，我知错了啊，饶了我吧。阎王爷瞧着他，你叫郭槐呀，我叫郭槐呀。看旁边的判官，查着他，只拿生死簿一查，这个郭槐作恶多端，不是个好东西呀、啊，他干的坏事可太多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要按刑法上来说，同人狱18年，方可抵过他犯的过错。哦，好，乃东、爱东，你们两个人带着郭槐去那同人狱18年。诈事儿，这架着郭槐进了一小胡同。黢黑无比，郭槐纳闷儿：同人狱是个什么鬼？桑娜没听说过呀。这一进了胡同，就听两边是滋儿哇乱叫：“哎呀，可烧死我啦！”那个惨呐，是凄凄惨惨，提鼻子一闻都是烤肉味儿。顺着声音一看，把个郭槐吓的呀，什么叫同人狱呀、啊？一人多高的大同人啊，同人哈，有的真是1.93米呐、啊，那真有那个个高的，就得塞这里。大同人里边烧的通红，这打开了门把人推进去，18年，大同人在里边烧人呢、啊。郭槐看着，啊，这是吊炉烧烤。我的天哪，在这里待18年，可要了我亲命了，这不活受罪吗？是我现在是死了，死了可是死了，你听他们叫的那个惨哪、啊，那也受罪呀、啊，这比那个热得快还难受呢。干脆吧，我求求阎王爷，哪怕咱18年，咱减个17年半呢，对吧？我对付半年不就得了吗？我承认错误，我以后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我改了不就完了吗？郭槐跪下了，哎呀，爱东啊，乃东啊，饶了我吧。爱东啊，我爱听你的快板啊，虽然你成了鬼，尤其又变成了屎角，但是你的快板依然好听啊。咱受累，我有话跟阎王爷说。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哎呀，求求二位鬼爷爷，我真有话要说。爱东看着乃东，这怎么弄这个？这话那么多。乃东一瞧，您是大爷，您说了算，那就去吧，看看他还有什么说的。去了，阎王爷一瞧，呀呵，怎么又回来了？郭槐跪在地上，磕头不亚如鸡奔碎米。阎王爷呀，饶了我吧，18年我受不了啊！您能不能给我减几年呢？哪怕说减个17年半也行。阎王爷说，那17年半那你就不用去了，那都不够烧炭的功夫，你到底想怎么着？我改了行吗？问判官。哎，他说他改了。判官说，
怎么证明他改呀？这刚说完这句话，郭槐这儿，我干的什么坏事我全都招啊。好吧，执笔给他，让他把自己的罪行一一写清。执笔拿过来，郭槐这儿写，挥毫泼墨，自己干了什么坏事。狸猫换太子那肯定得写啊，台上忘词儿都写上了。写完之后往上一递，阎罗王说，呈上来我瞧。呈上来看了看，嚯，干过这么多坏事啊，还是不行啊。阎王爷怎么还不行啊？你没有画押呀，这没用啊。哎呀，你快拿来。这磕破了中指，摁手印儿，脚着还不解气，十个手指头挨个啃，一块摁，摁完了之后填饱了笔签字。哎，郭槐吐阎罗王，行吗？我心多诚，我都吐签了，我都啊，拿来我瞧。这二次呈上来，阎王爷闪目一看，好，哈哈哈哈，写得好，写得好。他这一乐，郭槐也乐呀，写的就是好啊，还让我写什么，我都给写出来，哈哈哈哈，写得好。来呀，撤去阴棚，撤去阴棚。就这一句话，郭槐愣了，怎么还阴棚啊？那真叫令下如山倒，大伙儿一起还阳。再看周围，哄堂大笑，闪目一看，哪个叫爱东啊，什么叫奶东啊，什么叫烧饼成精啊，哪个叫橘猫成精啊，好家伙，把面具全摘下来了。再瞧判官，胡子一摘，假脸一摘，这么大的孤怀，只吓得你呆呆发愣，闪目一看，我的个天爷，这阎王爷我认识，谁呀？师爷公孙策。旁边那判官把假脸一摘，理财。大伙哄堂大笑，哈哈哈哈。公孙策看着郭槐，没想到吧，啊，为了你我们动用了德云社所有的流量，哈哈哈哈。哈哈大笑，郭槐说，你放屁，你胡说八道，你动用德云社所有的流量，总教习怎么没来呀？公孙策说，总教习在这直播间里窥屏呢。大家伙哄堂大笑，这乐的时候太高兴了，谁也没注意。再看郭槐往前紧走几步，就是窜过去的一把，砰，把这张供词抢过来，团吧团吧塞嘴里，咯楼一下给咽了，哈哈一乐，怎么样啊？你们想办法算计我，呵呵呵，我把供词都吃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办法？这一乐，再看公孙策一跺脚，哎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咱们是白费心机，没想到郭槐吞了公词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各位，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，到下一回岳武楼斩南侠献艺。哎呀，行了，就到这儿了啊。刚才看好像是高老师在是吧？我这实在是看不清这个字，我看的全是重影。看的全是重影，好，我开开灯吧，太难受了，这。哎，还是这种亮亮的，亮点的好，那太暗了。哎，我这个这有两个圈儿，然后这是谁跟我连呢？
我看看有申请消息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鹤舞，我这也不敢连。别一开开，好家伙，人家大主播可要了命咋还听上头了呢？你看又一个，鹤舞下了是吧？啥玩意儿不懂？好嘛，老金还没下呢，不，别烦了，说了多长时间？明天不播，后天不播，也许大后天会播，也许大后天不播。哦，天哪，老进这点吃饭，一发出去，那表该换了。高老师，嗨，叔，你怎么还在上头啊？嗨，您呐，就今儿我没想那么薄的，高老一来，我一钻了卦，原来设计的薄口给改了。再说就是，再说应该还到不了。岳武楼，赶紧到岳武楼吧。岳武楼我就一带而过，就是展昭献艺，没啥可说的。下回徐良都出来了，赶紧到比剑联姻，我偶像白玉堂马上就能出来。觉得基本上说到这儿就是第一季就快完了，第一季断后，然后说后边对着水说还能加好些个案子，但是没必要。每个艺人说书先生的这个《吴鼠闹东京》，其实套路好像都是这样。我不耐小老鸨。七侠五义也叫三侠五义，吴鼠闹东京。我喜欢这开打的后头，小老鸨我实在是不喜欢。就是每个说书人。他喜欢的点不一样，有的先生就喜欢断案，有的就喜欢短打，有的就喜欢刨带，都不一样。有的先生后头有打龙袍，其实就是。审完郭槐后边一带而过，带几句，有的先生就把打龙袍就去了。但他基本上的情节都差不多，只是个别细微的地方处理的不一样。因为这个书它就是传统书嘛，你再怎么改也不会改出什么花样来。它无非就是有的先生喜欢断案，然后后边多加点案子。一到三池鱼，三池鱼再往后，比剑联姻往后，基本上就套路都差不多，就是个别的地儿。
人家的传承可能会不一样。我其实喜欢袍带跟短打。对啊，其实这个东西，听这种小节骨眼还是得书馆听，还直播说书，不会像书馆那么细致。因为书馆是一周才说一个下午，他会，你比如说今天我想到了一个包袱，也许到明天我又想到了另一个包袱。或者，哎，今儿有个点能加里，明天又有一个新的点评也能加里，所以他一周的时间，他会精雕细刻，他不像这个直播，天天这就俩包数着呢，他不像直播天天说，他就比较粗糙一点。等回来我那个随堂说的差不多了，或者哪天随堂我说烦了，我就说2天这个在书馆。为啥明天不？不说了吗？没有纸了，家里笔钢钢笔水也用完了，我得去市里买去。没有纸笔不行，而且我想去市里买点吃的去，买点花生、果仁什么的。三养，对。三眼花二，这是直播的包袱，但这书馆也能用。他只要说听过我直播说这个的，在书馆肯定会乐。啥都吃，其实我吃东西很简单，我爱吃的东西，来一张饼，然后爱吃的那个炸的什么玩意儿的，多刷番茄酱，拿饼一卷。一就可乐，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。要不就麻辣烫、火锅，然后铁板，我就喜欢吃这个，没正经东西。要不就螺蛳粉，有的时候还会掺方便面。你说正经的米饭炒菜，其实我真是那么回事。铁板可硬，嘿，我嚼铁板呀，我。牙好，是大饼卷一切最好的东西呀，就是卷素串跟鹌鹑蛋，我每次就这2样必须得有。大饼卷铁板，叔，您活动活动吧。评书商演就是他会说小段儿了，就不可能是这种书了。我师傅体育馆也说过姚家井，然后壮壮不也评书开过商演吗？我们不还得噎场吗？2天吧，那就是专门得是听书的观众。这就是一路酒宴款待，一路宾朋，必须得是爱听书的，坐那儿才可以。不爱听书的，再怎么着，他听着新鲜劲儿过了，也会不爱听的。
高老师问进的，不说了，说完了。今儿说了多长时间？有一个小时吧，我这计时应该是一个钟头。那是哪年呀？在哪儿啊？我忘了。体育馆，我师傅说的妖的景，那包响。到垛口的地儿真万人，刀腮帮子。高叔下了，其实今天你要我个人来说，他有很多白白数，他有很多小节骨眼儿，就是点评啊、书外书这些。那今天其实没法掰开揉碎的说。因为它不像在书馆，你就像块状灶三班，这要是再细致点儿，还能设计点小包袱，只能粗犷的一解释，大概其一解释就完了。就那个壮班那是加了一个壮壮，其实你要是在书馆这儿还能讲一小会儿。我师爷那会儿，我第一次听我师爷在天津的长寿园，金文胜先生，我师爷说霍元甲，我记着听了三天。我听的时候，他这书就快结尾了，就快攒了。反正这三天到坑的地方就一个。霍元甲他不知道他自己有病啊，霍元甲他有病，所以他才败。就三天都是这一个驳口，就勾人啊，刀人腮帮子，怎么有病啊？他且不告诉你呢，那么厉害。说日本那些武术高手。国外那些摔跤的、打拳的都打不过霍元甲。日本武术协会请霍元甲去做客，说是做客，实际上就试探你能耐。那有那个机器，小木头人儿，一跟他握手，能测出来你有多大劲儿。那小日本一握手，哎，就到五，这就可以了，了不起了。霍元甲来试试，霍元甲一握手，咔，给人掰折了。前头就讲这个，喝茶，谈武术，每次就到这儿，霍元甲最后死在有病上，他就不告诉你什么病。那书座上天天的大爷们就琢磨嘛病啊。我是回去琢磨嘛病啊！练武术练的内五脏受伤，但他自己不知道。包括那会儿我师爷说轻功秘史。说安德海出京，连着几天四五天的驳口，就是三足乌棋，每天就驳到这儿三足乌啊，一下午也不讲别的，闲白全是闲白，一点证书没有啊。三天，每天就驳三足乌棋，就让你琢磨怎么三足乌棋。他就只有书馆才能这种小细节的地方，那是看说书人的能耐。展现个人魅力，语言上的魅力。
《剑侠图》这书啊，我最爱的还是单田芳先生。为什么说这人家东北人有这书，人家家有这书道子？东北他捧佟林，书胆是佟林，他都在捧佟林。有好多人说《剑侠图》他不捧佟林。杭州泪最简单一例子，佟林最露脸的第一次露脸成名，杭州泪打完法禅，二次杭州泪双月分双剑啊，分开了，好多人就不打了，就是佟林跟北侠秋天就不打了。人单先生就是佟林跟北侠得打一仗，你光双月分了双剑，显不出来佟林的能耐，他得一服北侠，北侠不服佟林啊。最后八卦柳叶魔身拈丝掌，把北侠给围住了。围住这一伸手，只要一打，北侠就趴下，佟林不打，跳出圈外。北侠这还不服，最后佟林给北侠跪下，北侠感动，这年轻人真好，还有武德还有义德，人这么好，你必须你得跟北侠打，你不打你怎么捧佟林？窜上去双月分双剑就完了，那你书胆不是佟林，那你捧不起来，那书胆是这月，那月的钢口好啊，那跟佟林没关系。我就听这些人的剑侠图，就最后还是人家单先生好。为什么人家书过瘾呢？他捧谁真能捧起来呀？你捧佟林，你不让佟林露脸。包括单先生的白眉大侠，我不知道您哪位听过他的白眉大侠。书胆是徐良，白云瑞等于是给徐良量活的，白云瑞也有能耐，但是你要听他这书，白云瑞永远赶不上徐良，总是差那么一点儿。你比如说白云瑞杀四个，徐良就杀一个，但徐良杀这一个顶白云瑞那四个，他又捧起来徐良，他也不让白云瑞丢脸，大伙还始终觉得白云瑞能耐不小。这老先生攥了这书他好的地儿，捧谁是真捧。我就喜欢白云瑞，我是真不耐徐良，我就喜欢这帅的。我师爷就腻歪徐良，说那玩意儿捧不起来啊，三火莲你捧他干嘛呀，北侠出来多好啊，捧北侠呀，闭目求人，北侠七宝刀啊，北侠欧阳爷出来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，其实一个道理。你看我师爷说这个三侠剑哪就捧圣婴，为什么我师爷三侠剑好？那人家里的书啊，啊圣婴绝对是捧得起来，圣婴永远不栽跟头，永远不丢人，大伙听着还过瘾。圣婴卖口，我师爷小烫子当当当当当，圣婴圣子传，让这些小孩们看一看哪个叫平山灭寨。圣三爷御林紫金刀，小对方人头落地，圣三爷一开脚鞋底儿蹭这口御林紫金刀，买一买威风啊！多会儿圣婴都捧得起来，圣婴一出来就卖口小烫子，这位爷三只金雕不对手，甩头一子枕乾坤，一口鱼鳞紫金刀，鲁林闻听喝掉魂，圣婴圣子传呐、啊！来打，打不过这人，准有人来帮圣婴。这都老先生编这个书啊，他好的地儿，绝不让书胆丢人。三国呀，周瑜是不错，三国我喜欢关羽，我还是崇拜关二爷。过去说书的，我听上学那会儿听老先生讲说三国，还就是都是捧关羽，基本上就说到入川就不说了，
阔爷那是电台留资料，必须要录完整版的三国。我喜欢貂蝉，我也喜欢貂蝉。貂蝉在草里能阴人，好用极了。哦，那是妲己，坏了，完了露怯了，哎呀，怪孙的。还住新河车里吗？这是嘛呀说的？三侠剑，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三侠剑的结尾到底是什么，因为我这张杰新先生这原著，老头也没写完，后头的确实是也没听过，我师爷好像也没说到结尾。三侠剑12本就出了12本，其实后头还有，师爷说后头还有。包括《剑侠图》也是出了这13本，好，这13本玩命兑水呀、啊，是那会儿报纸连载呀、啊，他不兑水不行啊，他是有稿费呀、啊。但是你从里边看，就那会儿老先生兑水，他编的这个情节，今儿说张三遇见李四了，马上就说李四。李四最起码能说5天，但是你看他李四编的那个情节，人情世故，绝对让你爱看。要不怎么这书一直到现在，还有这么多艺人说呢？他故事啊。说书的艺人都有自己看家的书，而且跟原著都不一样，不可能一样。您阔爷人袁阔老，那阔爷人家家那个水泊梁山多好，他就是用了《水浒传》的名字。但是你听那情节，你跟《水浒传》里都不挨着，但是还就让你这么爱听，那是人家的书。我师傅隋唐，《水浒》，这是我师傅看家的。单先生说三侠剑就捧蒋伯方，蒋伯方一出来那算行了。邵佐先生也不错，邵佐先生嘴里爆。他的气氛的渲染，听着过瘾，尤其武打，他的邵佐先生的这个胡杨合兵啊，他叫杨家神枪，好，说得好，那嘴里头干净，一点废话没有。听着带劲，过瘾。孙一老师，我听的少。孙一老师，我就听过他那些小段儿，几天一回，十来天一回的。那个太极枪好。这些说书人，好的说书人，他的语言的魅力，呀，安迪来晚了，又没赶上，那肯定没赶上啊。《江湖奇侠传》，我原来应该还有这书，后来。给人了，我这唯一修仙的书就是《蜀山剑侠传》。原来我有诛仙，诛仙我看第一本，我说：“哎呀，这作者脑洞大开，文笔写的太精彩了。
后来这书买完，去哪儿我忘了，结果落那儿就丢了，我就也没有再存，因为已经看过了，而且这书也好买，就是，啊，对，《诛仙烂尾》。六部春秋听过，这是人家石家的书，我都播完了。这是人石家的书，他就是有很多神怪，跟那个《封神演义》似的。那后来在电台录，那不能有这种神怪的，就改成按那种长袍的说了。这是人家家的书，这书都不用会六部，人家的。家里的传人，这玩意儿，这书你就会两三部，这一辈子都够吃的。这书很精彩，老先生们有能耐。明天不播了，后天也不播了，然后也许大后天会播，也许不播，反正就最多歇3天吧。我没有纸了，没有笔了，笔这个这水都用完了。老爷子叫石长岭，但是我没有听过老头的录音。现在人家是石连军先生，呵，那老太太说的好，可惜就是视频太少。石映红先生，石映红先生现在有的时候还播呢，老太太。那书真瓷实，一听就是人家自己的书。跟个书馆准备说什么？书馆我还是那什么呢？我那个二哥仗义，嘿，就是隋唐啊。说完这个，我会说个别的，说个小小八大棍儿什么的。我这五鼠第一季完了，我还想说个小八大棍儿呢。西马没有我的作品，不能。快递能收我，早就买那个纸笔了。而且我还得回去买点别的东西呢。封神我没说过，我不考虑，因为我没有说过，我也没有把握说这种神怪的，因为我没说过。鬼吹灯可不好说，我就有一年封箱啊，书馆封箱说过一次鬼吹灯，我都是自己编的。这个书不好说，没法说，不是说不好说。你说你按人家原著说吧，人家没必要听你，人家听有声小说好不好啊？对吧？你说你给他改喽，你怎么改？人这么经典的作品，你没法改。人家里边很多东西，人家是考证过的，地理、历史、那些古城的遗址，咱对这种遗址是喜欢，但是没研究过，所以你没法说。你说的好行，你说的不好，你把人东西糟践了。你这书还也不能从头到尾都是神鬼呀、啊。其实人家人霸唱人原来最早写的这个上来就是闹鬼，白纸人活了，但是出版他不能出这个，就都给删了。就是到最后，你只能在网上。看人家网上早期连载的那些有这个情节白纸人，我是《盗墓笔记》和《鬼吹灯》的粉丝，是金庸粉丝。我这专门有书柜，这专门有两个栏儿，是
两个栏是金庸的，那一个栏是《鬼吹灯》和《盗墓笔记》，就是霸唱和三叔出的。很多书里边都有白纸人这个情节，包括《聊斋》里就有这情节，《聊斋》那个素秋。苏秋一上来就是丫鬟做饭什么的，结果丫鬟都是纸人捡的，菜什么也都是纸人捡的。书虫子度鱼成精，那个我没看过，那个我还想问好不好看呢？民调局这个，因为我看他好几部，我有声小说倒听过，倒听过一点儿。我还想看看这个民调局，这书我还没有。我不知道好不好看，好看是吧？拿回来我买这个，它好几部呢，我看现在应该是完结了，应该出了4套了吧都，第一季、第二季、第三季、第四季的《九龙锁棺》，这我后头我都不知道什么情节，我没法说呀。嘿，《古董局中局》这4本书啊，我最喜欢就是第三本，第三本就是讲。许一成，这第三本写绝了都。这4本书能说书的只有第三本，民国那会儿军阀混战。第三本真写的太精彩了，书就在那儿搁着。你像这现在出版的这些小说，现在的新小说，我收藏的《古董局中局》，金庸跟古龙这个都不算了啊，《古董局中局》《盗墓笔记》《鬼吹灯》，什么《金冠灵兽》、《河神》，什么《十宗罪》，呵，蜘蛛的《十宗罪》，那书写的反映人性，让你看的后脖梗子发凉。反正这作者，我真。很羡慕，很崇拜。人家靠卖文为生，那个作品写的这么吸引人，这么刀着你腮帮子，就想让你看下去。这都是我收藏的《十宗罪》，就在那儿搁着呢，《十宗罪》《古董局中局》《盗墓笔记》《鬼吹灯》《河神》，别的现在新出版的没有了。然后还有那个最后一个道士，其他的没了，其他都是老书，没了。哦，还有霸唱的《火神》，《火神》也好看。民调局，老九门他没出过书啊，老九门不是三叔出的那个叫什么吗？吴邪的私家日记吗？不是出的这个，这书我也买了，但是这个就没有那个《盗墓笔记》那么精彩，《盗墓笔记》这你拿起来就不想放下。十年不错，《私家笔记》我也有。东北往事，对，东北往事我也有4本，这我也是收藏的4本东北往事。法医秦明我看过，但是我觉得，没有说，我还是喜欢看盗墓题材的这些。《雪中悍刀行》，我是听的有声小说，但是这头一集呢，我没听明白，它跟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武侠小说不一样。《黄河鬼关》，我那是盗版的，正版的那会儿我书店没买，现在买也没有了，就有一本盗版的，还是在西站买的，写的太好了，《黄河鬼关》，但是就是后边结尾有点儿。不如前边儿，所以《雪中悍刀行》头一回我没听明白，它时间地点都没交代，它不像金庸跟古龙，
啊，我说呢，人是仙侠是吧？赘婿我是追的剧，《沙海》我也看过，但《沙海》这书我没收藏，我只是看完，然后这书我就送九成了。我送了九成的一堆书。缥缈之旅，这我还真不知道，回来看看。开端我刚看到第二集，后边都没看。我还有一个书，也是，其实也不能算现在的新书了，也有几年了，叫《秦时明月》。你想，这话得3年4年了，三宝的时候。在山东哪儿啊？曲阜那趟街，我们住的那块儿，那趟街里全是这个卖书的书店。我就溜，我有书店必须得进。要是老书店更开心，新书店我就进去看。哎，一看这是转半天，我说不买一本好像白来一趟了。来曲阜也没买本书走，就买了这个《秦时明月》的第一集。人那还不全，我就买了第一集，这一看就把我吸引住了。回来我就立马从淘宝买了一套收藏。这也不能算是新书了，《秦时明月》还有这么一套。有日子没去书店了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有什么书。我现在知道的还是什么《十宗罪》呀、《心理罪》呀、《鬼吹灯》啊、《盗墓笔记》，还是停留在这时候。现在的新书我不知道有什么新的书籍出来。嗯，对，作者去世了，《秦时明月》写得好看，《法医笔记》我有。法医笔记是对对送我的，我可能对这种法医的书啊，就是差点儿，但我觉得法医笔记写的还不错。猫腻书据说挺火。高智商犯罪我没看过，我在书店里见过。我刑侦这方面的书，看的少。科幻的书我不爱看，因为从小就对科幻的书接触的少。所以我就特想，呀，就找一本科幻的。但你看科幻书，你老得动脑子，你包括就是法医这类的书，你老得动脑子，它那些名词啊，你都得琢磨。我看书不是看个大概，就是有什么名词我都得琢磨琢磨，所以就看着比较累。你像那个《鬼吹灯》跟《盗墓笔记》呢，人里边也有名词，因为我喜欢这些遗址啊什么的。包括这些墓葬，所以看着就不累。武侠小说就更不累了，从小听武侠评书，短打的。哎呀，一会儿我就下了，我这个手机没电了，今儿我没充电。这头脚的，哎呦，闲的脑袋更大了，哎，就是更胖了呗，脑袋更大干嘛呀？嘛精神呢？脸都哎呀！完了，这人啊，一过了哎，30多就这样了。天哪！因为我喜欢的男明星啊，都比我岁数大，您人家怎么捯饬？
昨天我还看辣条呢，看了半天放弃了。我喜欢影视的男明星啊，林宇申、于毅、吴越、陈道明、陈宝国，这都是我喜欢的。于毅。啊，演的那个灵魂摆渡，对，那台词的功底扎实，还有郭京飞，这都比我岁数大，人家捯饬的。郭京飞得比我岁数大吧？他不可能20多岁吧？真的，赵丽这个，这片儿，好家伙，《灵魂摆渡者》这都多少年了？真快，也得5年了吧？也得5年了。我还特意把这个3部都下载下来了，就收藏了。我觉得这个编剧太棒了，人家编的那个鬼故事。我就是大家伙捧，怎么板了还听书？你这大半夜在这听了一个小时的书。网上有，榜二这位同志，你网上听吧，谁让你没来呢？你说真是靠说书，就这么天天说，你必须得是真有喜欢听书的人，你不喜欢听书，你不可能在这待这么长时间。再一个，您是，一看德云社。您进来捧，现在这个评书市场真的其实挺难。主要是这门艺术太难了，说书，它不像相声。你说这一部书，它总得与时俱进。它相声就是这半个钟头，这40分钟。那评书，你说这玩意儿，这一部书多长时间？人情世故，典故。你还得背这堆东西，语言。现在小孩学评书的都少，其实我那会儿学的时候，同学里学评书的也少，就那么几个，很少很少，都是学相声的多，学相声的多。学快板的多，学评书的特别少。
那可不呗，说书的人缘都差，都没朋友。以前像田连元这样一听就直。胳膊什么呀？没明白。哦，都知道啊，田先生好啊。他的用词，他的细腻，他是超越。别的说书先生的，你听他那个《水浒》，他那个《水浒》下了多大的功夫？他考证了很多东西，典故、民俗、知识，他都要去考证。就那个炊饼，他都去考证到底是什么，下功夫，用词之准确。你要看田先生那《水浒》的视频，那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啊！风雪山神庙，林冲杀陆谦的时候，你看田先生那个状态，眼睛一瞪，盯着陆谦，是那腔子那状态，就是这些年的委屈，我救的你，你最后，你为了钱和权，你这么害我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我一忍再忍，要不是这场大雪，我就死你们手里了。他那个愤恨，那个眼神，田先生好，他就是表演的成分重。为什么那会儿说田先生是立体评书呢？就是他脱颖而出，那会儿都是坐那儿坐弹筋骨，就田先生出来，生态型表，我们那会儿取笑上学小段儿什么的，都是从田先生、袁阔爷的藏书里头摘，学的野猪林，就是田先生的。然后灞桥挑袍是阔爷的，那个斩华雄，斩华雄是我开蒙的，是我到死都忘不了的节目。斩华雄是江存瑞先生的，基本上天津说斩华雄都是江先生的版本。他这个打一飞脚就是画龙点睛，因为老头会武术，过去好多说书先生要是会武术的，在台上。都会展示一下，他这是一个天才儿，让人眼前一亮，画龙点睛之笔。但是你不会那没有办法，其实说书都有动作，你看就那个形体，他坐这儿拉个云手啊，刀枪架不站起来，这叫小开门；站起来那叫大开门。田先生都是，包括阔爷都是大开门。那小件儿好看，你看我师傅说小件儿就好看。醒目跟，这是谁呀？这我还真是想不出来是谁。不是那时候说书闲板少，是因为他不是在书馆儿，他是在电视台。电视台不允许你有闲板儿，他就给你15分钟，你怎么可能有闲板儿？对吧？你说5分钟闲板儿那不行啊，他不像现在一给你1个钟头，给你半个钟头，底下有观众，有沟通，有交流，有互动。你可以有闲板儿拉典故，
所以说现在你像我师傅这样录书，我觉得这是对评书事业的一大贡献。它就跟书馆的状态一样。三侠剑后传呢，其实呢都是就是后人自己编的。张杰新先生，到底有没有后传，根本也没人知道。现在坊间流传的就是老先生这12本，所以在电视台、电视书场，他没法有那个闲班儿，但真正的老先生在地上说都有闲班儿，而且都有包袱。小段的书，小段书有啥？就半个小时一个的那个。对，我师傅这算是古书门，然后田连元田先生、单田芳单先生，这都是古书门。刘兰芳先生，这都是古书门。真正评书门就是袁阔成先生、刘立福先生。啥玩意儿？商量商量。哦，行，我也睡了，我手机快没电了。手机快没电了，考虑不考虑六日？今儿不就周日吗？对了，周日了，明儿还得上班呢。行了，谢谢大家吧。这么晚了，听书。再见。大家晚安，谢谢大家。我这现在得举着，因为手机快没电了。看看，充的差不多了。还有8%，行了，我下了啊，大家也早点睡觉，谢谢大家听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对我们评书事业的支持，谢谢，我下了，拜拜，晚安，好嘞，再见啦，拜拜，祝大哥是什么玩意儿？我看我这还没背下来。其实我挺喜欢我今儿设计这包袱的，就是这个郭槐遇见鬼，我觉得我这包袱挺好的，你们乐了吗？有人听到那儿吗？乐了吗？我觉得这包袱不错，在那儿唱歌那个，我这就今儿晚上突然想起来的包袱加上了，我觉得这挺好的，啊，这个郭槐在那儿嘚瑟。倍儿美，因为他符合这人物的状态呀。我干嘛特意前头说他把门关着呢？是，因为你不说这个，待会儿你到那儿，大伙儿会糊涂。你必须前头说明白，那锁着门呢，他进不来，这嘚瑟啊，还唱嘚儿里的小嘚儿里的小啊，锁着牢门不用掏，嘚儿里的小嘚儿里的小，气得女鬼直冒泡，倍儿美。然后那是鬼呀，门开了。一开，这儿吓坏了，扑通跪下了啊！祝寇珠啊，这个啊，丰年丰月如风筝，什么及时聚，就这个，我觉得这包袱挺好。我这个说书里这些包袱都是我自己编的，就写到这儿，灵感来了就必须要记下来。为什么得有纸笔？就在这儿了，没有纸笔就不行，然后必须得记下来。你看这，给你找。记着那个，啊，这个记的包袱必须得有，这就废了，这就扔了，这让留着，那纸得省着用，你知道吗？这后边还白着呢，留着吧。我不说了，你等看那个嘛吧，看录屏吧。我就等回来都齐了这套书，我就自己把录音截下来收藏。行了，再见吧，大家晚安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我也下了，拜拜，再见，大家晚安。这个，晚安，再见，拜拜，挂了。